哇，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爱上主播的决赛现场，我是你们的实地记者 Ella。今晚第九届爱上主播将会在我身后的 E31 学生活动中心举行，而最佳主播、最受欢迎主播和最具潜质主播亦都会在今晚诞生，不知道你准备好没呢？而在我身边就有一班支持者来到现场，说要为参赛者加油和打气，我们一起去访问一下他们吧。Hello， 同学你好。请问你们是来支持哪位参赛者呢？我们当然是支持今晚最帅的参赛者。那是哪一位呢？当然是三号参赛者 Max 杜涵潇。那请问你们有什么话要跟 Max 说吗？杜涵潇加油，我们都非常期待你今天晚上的表现，希望你可以展现出最棒的自己，爱上主播，爱上杜涵潇，加油。哇，加油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跟着我们来到这边。Hello， 同学你哋好啊！请问你哋嚟支持边位参赛者噶？我哋系支持五号潘志勇噶 ，Justin。Yeah，Justin。咁你哋有咩说话想同 Justin 讲咧？Justin 你好靓仔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你拎埋一份牌 ，Justin， 好开心你入到决赛啊！所以咧，希望你今晚可以好好咁发挥你自己最好嘅一面啦。咁我同埋 Deadpool 都喺呢度一齐帮你加油噶，俾啲心机，加油！加油，多谢，相信你哋嘅心意咧 ，Justin 一定会收到嘅。跟住落嚟呢度有两位支持者 ，Hello， 请问你哋系支持边位噶？我系支持六号 ，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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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， 六号参赛者唐思思。哇！请问你哋有咩说话想同思思思思思思讲咧？干班队唐思思，不要紧张，因为我已经把你保送到我们家的电视台 CCTV 啦，等你哦。哇！唐思思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呢一关你一定会过到噶，加油啊！多谢晒，好，最后咧，我哋嚟到呢边有三位支持者 ，Hello， 你哋系支持边位噶？我哋支持八号参赛者高善婷 Micky， 耶！ Yeah！ 请问你哋想同 Micky 讲啲咩咧？咁自从睇到初赛之后啦，咁我就爱上咗高善婷主播，今日就特登嚟到呢度咧，就为你加油噶。高善婷，深呼吸，正常发挥，你一定得噶，加油！加油！咁咧，其實咧，我係佢小粉絲嚟噶，睇咗呢一個愛上主播之後咧，覺得佢真係好吸引到我，好有魅力啊！高思婷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好，最後呢位男同學有咩講啊？加油 ，Micky， 勁過 Ella， 我哋閃電十三人支持你。哇！支持你啊！好，多謝曬，多謝曬咁多位。咁咧有幾位支持者咧，佢哋嚟唔到現場啦，但係佢哋都拍咗片俾我哋嘅參賽者睇噶喎，我哋一齊去片。嘿，有了！最近听说嘴里进的爱上主播了八强哦。真的吗？作为嘴里的舍友，真系一定可以进入八强的。咁希望全两位接下来比赛你可以上前面啦。如果赢咗嘅话，一定写你写餐劲噶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嘴里都是我们心目中的最佳主播，爱你哦！咁希望大家一起嚟支持一号选手萧卓林啦，加油 ！Fighting！ 爱上时事，爱上新闻，爱上主播。一号二加油！啲雄哥又靓仔，口才又好，运动又好，我真系谂到有咩理由佢唔赢咯，信我啦，啲雄哥一定得噶。四号李志勇，加油！六号唐思思，爱上主播，爱上七号，爱上成仔。哇！見到咁多位支持者嘅反應咁熱烈，唔知道在場觀眾嘅你係咪好期待呢？今晚愛上主播究竟邊一位參賽者會脫穎而出，成為最佳主播呢？而你心目中嘅最佳主播又係邊一位呢？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即刻入場見證愛上主播2016決賽，現在開始。